电影《海角七号》在日本上映，现在也让主角范逸臣他一戏成名，不但有日本师奶组团跟着范逸臣到处跑，就连日本的欧基桑也现在变成了范逸臣的死忠粉丝了，连续看了好几场的电影，还守在电影院门口不肯走，就是要亲眼看到范逸臣本人，握握手拍拍头，还有跟忠犬八公的铜像合照留念。范逸臣到日本宣传电影《海角七号》，抽空到东京街头观光旅游，难得放松心情。小八的故事片尾曲是我帮他写的，这样《海角七号》在日本上演，让范逸臣一戏成名，死忠的日本粉丝组团跟着偶像拍拍照。我们爱小范，とても素敵だと思います。もちろん買います。もちろんです。手机相机通通拿出来拼命拍，日本师奶笑说小范会演戏，歌声又好听，如果在日本出唱片一定会掀起风潮，就连日本的偶基桑也变成范逸臣的死忠粉丝。とても良かったから、すごく良さそうだし。第一天真的有蛮多的时间联想的，ここに髪の毛縛ってる、ちょっと背が低い。Hello, 日本阿北连看好几场电影，说《海角七号》的故事很感动，对范逸臣的角色更是印象深刻。而为了在电影上映前看到范逸臣本人上台说话，电影院门口挤满了民众，人潮多到电影院还得出动工作人员在现场指挥维持秩序。中央新闻刘凤仪，我们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。